真正学密，老师告诉我，是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呢？初地菩萨，他讲的是别教，那用华严来说就是初住菩萨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之后，这全密法。用密来加行，很快把你向上提升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，你学密那是假的，那不能成就的。佛法开悟，法门无量无边，但是到最后啊，只有三门。这个三门就是觉、正、净，到最后就是三门。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，我们讲堂有三个门，可是诸位同学有很多从世界过过来的，那个路就无量无边，不是，从无论你从哪个路来，来到我这边的时候想进入讲堂就是三个门。所以最后啊就三门。觉门，上上根人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禅宗信宗走这个门。不是上上根人，这个门你走不进去。第二个门呢，正门。正门容易走。就像读书一样，按部就班。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拿到最高的学位。最高学位成佛了。但是时间很长。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。稳当。所以稳当的时候，我们寿命很短，一生当中恐怕不能成就，那就麻烦了。来生再得人生，不晓得哪一年得人生，是不是又遇到又成问题。很多得人生的时候一生没遇到，那你的一生白过了。所以不容易，要很长的时间。那么第三个门就是净门，修清净心。修净门呢，两个宗，密宗是净门，这个净土宗是净门，都是依靠他力，佛来加持啊，密宗也是佛加持啊，净土宗也是啊，但是净宗比密宗好修。我的老师的密宗上师，张家大师，他们师兄弟四个人，达赖、班禅、张家、哲普僧丹巴，四个宗嘎巴大师的弟子，四个人在中国边疆，达赖前藏，班禅后藏，张家内蒙，哲普僧丹巴外蒙。这是一般人称为四大喇嘛，也称为四尊活佛。这个教化的地方呢，张家的最大。你看张家从中国东北内蒙、甘肃、热河山西、陕西
再往那边去是新疆、青海，啊，这一带都是他的教区，啊，所以他的教区范围最大，啊，我们很难得有这个缘分呢，亲近到上师，啊，所以他没叫我学密，啊，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密法他跟我讲过很多，所以我了解。啊，密法是佛门里面大乘教里面高等的佛法。啊，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课程，不是普通人能修的。普通人能修的密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是借缘的。啊，好像幼稚园小朋友毕业的时候，哎，也戴个 boss 帽子，啊，那是普通人学密的，我们要懂得，啊，真正学密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是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呢？初地菩萨，啊，他讲的是别教，那用华严来说，就是初住菩萨。超越十法界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之后，再去密法。啊，用密来加行，很快把你向上提升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，你学密那是假的，那不能成就的。啊，这黄念祖老居士也学密，他告诉我。这是现在的密已经不行了，全没有办法得到啊这个密宗殊胜的成就，没有了啊，这禅也没有了啊。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，他告诉我，现在成就除念佛之外没第二个办法。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告诉我，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，叫黄念祖老居士。这个经的注解写完之后，他什么都不看了，就是念佛啊，一心啊求生净土。因为他身体不好啊，多病，年岁的也大了啊，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是不是假的。所以密宗必须在显教里面真正成就了啊，才用密法加行啊。那么现在的藏密也随着这个时代呀，都起了变化了啊。所以实际上跟从前比都逊色不少啊。我曾经问老师，这密宗沉船活佛转世真的是假的啊，他告诉我，大概前三世是真的，啊，四世以后啊就不可靠了，啊，这但是不能轻视，为什么呢？被选入灵童之后，他有这个缘分，得到最好的老师辅导他。如果他真正肯用功修学，他会有成就，啊，那这是真的。啊，这是别人遇不到的这种缘分啊，最好的上司他知道他。啊，他给我说实话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